面，现在天还没有全亮。来看我们的厨房，灯还没开。Hello， 我来换衣服喽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更衣室。但是我没有要在这边换衣服哦，为什么呢？请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空间。对我来说有一点小，那我来进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我常常都会打到我旁边，没有打到，所以我在这边换衣服。Two hours later， 我好了，可是我这边不会弄，帮我弄，扣扣子，绑住姐姐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波浪可以。它这个重点哦，就在于这边这个高度啊，要出来又不能太高，又不能太低，就差不多两三公分。这里呢要有个 S 的形状，如果没有 S 的形状就不行。各位，特报内容是什么？特报的内容，全球现场就是国际，国际就要包含美国最大宗了。他是神女唱，因为他都上班不休假，一直上班不休假。把时间交给如意。好，那么就来看到呢，其实哦，这个消息呢是根据这个美国的一个媒体有外交政策。为什么我刚刚说不能休息？是因为上一节的特报跟这一节特报东西要讲不一样，所以稿子要继续写。比如说我要看 CNN 啊，有什么新的消息啊，然后又或是即时外电有什么新的讯息，全部都要先看有没有怕有漏掉。突袭检查，是什么东西？一束花，跟旁边不知道有什么感觉，是吃的，因为很重。为什么会有花？就是热情的观众朋友送的。是你的日常吗？不是我的日常，很偶尔才会出现一次。感觉听起来两小时很长哦，但是现在已经要到了我要进去的时间了。所以呢，我要赶快的走过去。就是会这样，很多事情。嗯，完全要健康。